这炸鸡看起来好好吃哦，我可以吃吗？我不想做功课。再不给我吃的，我就不跟你好了。哼！老师，您给的功课也太多了吧？哎，你看那边，新来的转校生呢，蛮帅的嘛。白雪公主只要吃一口这个有毒的苹果，就一定会死去。到时候，我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了。